站住！站住！转过来！转过来！ 把自己搞成这样，这又唱的是哪出啊？我被酸文帮给害惨了。哪个酸文帮？就是给人泼脏水的一帮家伙。我今天一到街上，所有人都在说我是京城毒妇，所有人都说我杀马吃肉。我觉得一定是林建新干的。我不就是之前让他下不来台了吗？让全城的酸秀才都来黑我。 我招谁惹谁了？我既然是林建兴在背后指使，那有什么证据吗？有，但是他们不会承认的。好，那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这事我来解决。 解决，真的，说到做到。那你可得好好想办法。那些人嘴毒得很，什么脏说什么，他们也真是的。那些我根本就没做过，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，闲人说闲话了，别听就是了啊。 不许听了，知道吗？不许听了。给你一颗红珠子，心情好点了没？啊呜！没有了。给你一个来珠子，你借我抱一下。 过了啊，咱们做过的事咱们不能不承认，但是这没由来的脏水，咱们不认啊，没事了，这事我会好好解决的。 别着急，这才过了一个晚上，侯爷就算再厉害，也得有个时间行动啊！进！他怎么说不出话来了？ 不会是聂玉轩干的吧？啊！快快快，你快去查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去！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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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京城里所有酸秀才嗓子在一夜之间全都哑了。什么？完了完了！哎呀，全完了！我就知道辉爷有办法。果不其然，这才一夜就干成这么大一件事情。什么呀？本来大家对京城毒妇的事情还将信将疑，现在酸秀才的嗓子全哑了，大家会以为是谁干的？不就明摆着告诉大家，我就是京城毒妇吗？夫人，您说的好像有些道理。那这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？叫什么叫？再叫我现在就给你炖了。大哥，我是开玩笑的，大哥。大哥，抱歉啊，抱歉。抱歉。